だからお前らの無線機を借りて送信するのだ。そうするともちろんバレ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。任務が終わったらすぐ逃げろ。鉄砲は俺に向かうものじゃない、シナ人に向けるもの。お前どういうするつもりですか。もちろん居場所がバレたらすぐ逃げよう。これが情報だ。向井的信中告诉他们，黑市随时可以监控破译他们的电台，所以这个行动组基本也等于废了。但是可以废物利用，由他们冒充八路军的电台发一封电报，声称已知汪精卫叛逃之事。黑市和国民党一直封锁汪精卫和日本方面合作的消息，而且尤其忌讳这种丑闻被共产党八路军方面获得。这样的话，不会影响汪精卫和大日本帝国合作的局面，还可以造成消息是从黑市流出去的假象，就可以起到离间黑市内部的作用，可以假借内部之手除掉黑市的破译精英。杜先生，一大早慌慌张张干什么呀？这是飞机电。机电，不能再等一会儿吗？
啊，进来。所长，陈先生来了。啊，快请。来，这样。所长，节哀顺变。啊，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的心情，我非常理解。我也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所以你不用谢我。我没你们想的这么脆弱。再说，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我其实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想过来看看你。谢谢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家伙，关于三号线破译汪精卫叛逃的这件事情，你没有跟别人透露过吧？没有啊。你不是一再强调不要对外泄露这件事情吗？哦，问题没出在你身上就好。怎么了？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了这个情报，在这件事情上肯定要出人命的。所长，如果你实在想找人陪我去的话，那就林蓉蓉吧。林蓉蓉，啊，啊，这样，家伙，你们三个人一起去，有老孙在，我心里踏实。那也行，只要让我出去，谢谢。别客气，我走了。哎。
什么事儿，家湖？你告诉我就是了。哎，家湖，哎，家湖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想出去透透气，陆所长同意了。啊？哎，别管那么多了，赶紧走。 村长。 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跑不了多远。他们能跑，你也能找吗？啊，先把所有的关口给我封锁起来。嗯，请杜先生接下电话。喂，杜先生。 陈家湖跟林荣荣借着外出的机会跑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我想汪精卫叛逃泄密的事情跟林荣荣有关，这属于畏罪潜逃。现在人在哪儿了？这您放心，他们跑不出我的掌心。现在首先要找到人。是。记住，不要莽撞，不要伤人。您放心，先抓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不会动枪的。 出来了，你干嘛还偷跑啊？不是我偷跑，我是帮你。帮我？对啊，汪精卫外逃的密电已经泄露，现在陆村就怀疑是你干的。他谁不怀疑啊？他怀疑我，我就偷跑，那不正好证明了他的怀疑吗？再说了，他凭什么怀疑我？他怎么不怀疑他们的上层出了问题？林荣荣，你怎么不明白重点呀？什么重点？ 现在重点不是密电泄露，而是共产党知道了这件事情。共产党，共产党，你知道吗？这会出人命的。老孙为什么跟着我？我怀疑。
他随时要对你下手，而且我今天发现陆从军那眼神，一定是动了杀人的念头。所以你就拉着我，是想让我跑啊？对，柔柔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，剩下的事我来顶着，我来顶着，你快跑！哎呀，家虎，真的不是我泄露的。我相信没有，但是陆从军不相信啊。况且，陆从军的老婆死了之后，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。我怀疑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，你快走吧。 这么糊涂呀！我是杜先生派到黑市来的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可是我们刚才脱离了老孙的视线，这就正好证明了我没有逃跑的意图。如果之前陆从军只是怀疑的话，那他这会儿可能已经证实了。对呀，你在这一方面太幼稚了。你是不是跟他们提出外出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就答应了？是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完了，你上当了。 中了他们的圈套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走，再不回去，回哪儿啊？回黑市啊！你以为那是菜园子吗？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如果我们现在回去，没到大门口就被乱枪打死了。如果路上遇到老孙的话，他也会一声不响的杀了我们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说。但前提是你要一切都听我的安排。 人呢？人还没有找到，没找到，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等死呢？啊！哎哎哎，歇会儿。遇到这个时候啊，又要镇得住，稳得住啊！现在着急来不及了，就看咱们这些小喽啰们。 有没有本事把咱们从鬼门关上拉回来了？怕什么呀？啊，要死也是咱俩一块儿死，黄泉路上有个伴儿，多好！现在着急是真没用啊！如果林荣是共产党的话，他们要想藏起一个什么人来，谁都找不着。那到最后，大家只有集体自裁。你谢委员长了。 干什么这是？陆所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先出去。是。陆所长，你们能不能也先出去，让我们把衣服穿上？ 求换来了，他们两个人没了，没把我的魂给吓飞了。看住喽，把人给我带回去。是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刚才老三出门的时候，还一直盯着咱俩地上的衣服看呢。他们肯定会审问我们的。审问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好的？我们俩得统一一下口径。对对对对对，什么时候好的，必须得统一口径。那。
那就是从那次你给我输血的时候，还是从以前他死都不承认作弊的那次，咱俩该说的事实在太多了。就这么一路说下去吧，听着挺像真的。 为了你们那点鱼水之欢，就把孙处长给甩了，啊！你的军人素质到哪里去了？你知道这后果的严重性吗？原本林荣荣挟陈家湖出逃，可以印证林荣荣是共党分子伺机除掉他的精心谋划，最终竟以这个局面收场，这是陆所长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但是审时度势，顺应情变。 这原本是陆所长这样的老情报人员的第一素质而已。如果陈家湖和林荣荣没有了解这只笑面虎背后的阴险和杀机的话，感觉一定是如沐春风。只是，陆所长的面目基本被他们看穿。陆所长也并没有就此相信陈家湖和林荣荣的清白。 眼下既然三方都在演着戏，那么这出戏就得继续演下去。家伙，小林，全都看你们的意思啊！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公开的话，喜宴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要不就不公开了吧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好事儿啊！ 我总觉得不太合适，况且我觉得会影响大家的斗志。严处长那边你也知道，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。不过家伙啊，以后这种事儿就别再发生了，好吧？有话直接跟我说，用不着编什么理由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就是你的勤务兵，我是给你们跑腿的，我所做的一切。 就是想让你们在这里鱼愉快快的工作。所长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干什么？还不好意思啊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有什么可害羞的？啊？所长，你们先谈，我待会儿再来。好。要不然，小林，你先走一步。 我跟家虎再单独聊聊。啊，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陈家虎，你小子行啊！啊？我确实也没想到。你们不早就……是，我是说今天这个事情。 我没想到这么突然。家伙，我要跟你提一点要求。你说，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院子里解决，行吗？别再乱跑了。你要知道，你们这一跑，把我们孙处长吓得差点尿了裤子。对不起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哎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 那这样，所长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好，好。哎，家伙，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。把老孙帮我叫进来吧。以你的直觉，你觉得这件事儿怎么样啊？这。 男女的事儿，我不托底。我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可以看到，他们在演戏。嗯，我相信您的判断。哦，刚才杜先生的秘书打电话问他们俩出逃的事儿，你怎么说的？我就支吾了两句，说这可能是个误会，没给他准话。您看，还是我亲自跟杜先生汇报吧。
看着吧，老头子又该训人了。这老头子是不是有点儿？他们这些老前辈啊，都认为自己是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可不曾想啊，他们的经验已经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变化了，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落伍的。 准备走。我跟你说，陆所长这会儿一定在楼上偷看我们俩呢。我在这等你，咱们俩的事可信度会高一点。还真挺像回事儿。你可真行，另一个陆所长又诞生了。别开玩笑了，哎，家母，我觉得他不会让你走。 现在不是他让不让我走的问题，而是我对这边已经彻底失望了，我必须得离开。只不过是我现在说的话，有点落井下石的嫌疑。等我找到好的契机再说吧。他看，让他看个够，走，看吧。 就这些事，你先走吧。林蓉蓉跟陈家湖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关系，他们这是在跟我们演戏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发生关系啊？男女之间情爱的事儿，也被你拿来当成杀人抓人的证据？你现在头脑还清醒吗，杜先生？ 您相信我的判断不会错的，这林蓉蓉肯定有问题，是你有问题。你意识到没有？秦海云死后，你睡过几个整觉，吃过几顿饱饭，这跟陈家湖跟林蓉蓉的事情没有关系。有关系。你现在很不理智，头脑里全是乱的。你要抓人可以，但必须拿出证据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。 在军统内部，谁都知道，你是我的人，你是我的爱将，你我是利益共同体。我不愿意看着你这样消沉下去。振作起来，恢复你军统之虎的风采。我等着你。
哥，见信如见人，我在延安一切都好，只是甚为想念，想念你。你一切都好吗？走得很匆忙，也没办法和你话别。有时候想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你，就有些难过。家燕，知道你一切平安，这是我到这个地方以来收到的唯一的好消息。这封信确实是出自陈家燕的手笔，陈家虎一直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。回信陈家虎却写不下去了，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这封来自延安的平安家信，他不知道是通过谁人之手到了他这里，更不知道这封回信他该如何寄出。所有的思念和牵挂只能藏在心里，等到亲人重逢的那一天。他真想找个人倾诉，但是不能。每次他和林蓉蓉分享的消息，到最后总是会把林蓉蓉置于险境，更何况这封来自红色延安的信呢？这一切只能陈家虎自己承担。小虎啊，你又这样睡了一宿啊？昨晚太晚了就睡着了。这样可不好啊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你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有人要过来。谁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收拾收拾，我先走，等你。看看吧，这都是些什么人？我们黑市的新鲜血液。哪儿来的？杜先生特意为我们挑选的，一共来了七个人，五个归侦听室，
两个归你，这两个名额到底是谁，你自己来挑选。啊，一会儿你在侦听处等着他们，他们收拾完毕以后，你给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设备和环境。他们那边完事了吗？陈家湖那边且完不了呢，这帮人什么都问。怎么样，找着了吗？回去说。瞬间拼凑起回忆，
把信仰坚持早已模糊在心底，听风的诗意迎面洒落了一地，让岁月痕迹缓缓游来又游去。我要问是谁告诉你爱与恨的意义，却被你无情抛弃，沉浮在那空气里。我要问是谁扔给你聚与散的问题，却被你忘记。是谁告诉你爱与恨的意义，却被你无情抛弃，沉浮在那空